大家嚟到出名食材新鮮嘅街市。哇，咁多雞逼埋一齊嘅，揀隻肥嘅出嚟生湯，慢慢放血先，正啊！魚呢，梗係揀食油嘴嗰啲啦，溝開咗個心中咗跳嘅，睇見都想食啦。田雞呢，已經斬曬手手腳腳，剝皮皮咁樣吊咗喺度。想知道咁豐富嘅食材可以煮啲咩餸，記得留意八點半好主意啦。叫你行开啊！冇咩忘衰狗。爱护动物协会简称 SPCA 在1903年成立，提倡爱护动物和防止动物受虐待是本会的宗旨，当中检核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防止虐待督察24小时接听的热线随即进行拯救的人道工作，并以巡查各处设立的动物居所，调查怀疑受虐待的个案和教育宣传工作，努力防止动物受到虐待和受不必要的痛苦。作为一个国际动物拯救团队的精英，我们更一直带领亚洲其他地区的动物福利组织推行动物福利，建立良好的榜样。不如来看看他们平时的工作。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呢，他想跳想不跳之间的，因为呢这个位置呢，他是没有楼梯上到去的。是啊，那里啊，嗰度應該十層樓高到啦，係啊，都幾惡搞。咁我 call 消防先啦，真
流，有你伴前行。尽管崎岖满路途，也竭力无碰撞。在一天，我已成伴我前行。必信靠你将应许赐下同在，带领进入你的从有丰足的恩典同在，也看见那永活荣耀国度临在。必信靠你将应许赐下同在，带领进入你地，从来未变改。必赐我有丰足的恩典同在。咗少少，我好介出啦。咁如果佢有少少受傷，我就帶翻俾你醫生。嗰只狗做乜嘢啊？佢成日俾人打喎，但係嗰只狗緊要，你報咗警㗎啦嘛，我係處理咗。各位嘉賓，各位今日來到我們這個和諧社區你我他寵物嘉年華這個節目的各位嘉賓，哇，好歡迎你們大家來臨。其實日常你們的工作會是怎樣的呢？基本上我們就每天都會去不同的地方做一些動物拯救的工作。我膝頭哥應該有些問題，他很喜歡拉筋啊，有一次不是他喜歡拉筋，其實膝頭哥有問題，他才做這些動作，因為他膝頭哥有問題，他才會做這些動作。其實你帶來醫生，醫生會告訴你我情況，可能需要做手術。Hello， 你今天乖了没有？